亲节要到了耶，你们想好什么东西要送妈妈了吗？我在雅虎超级商城要推荐给你们哦，你们看，在这里，我要来开箱了。其他是手提式的哟，这个呢，是我要买给自己的，因为我要帮辛苦的妈妈做家事，不然都让妈妈自己做，很累呢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喽。很时尚，而且它是充电式的哟，充完就可以直接开始吸地啦。还有这 Discount 的发胶原蛋白吹风机，你每吹它都会感觉你的秀发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在帮你呵护你的秀发，你染发跟烫完发还可以帮你维护你的发质健康哦。我们看这个好看，妈妈也爱粉红色，因为我要用。所以它就会就感觉到你的秀发获得了胶原蛋白。你一吸完地搓完头一定觉得全身酸痛，没关系，这时候呢加油，这个按摩器帮妈妈按按摩，它结合了很多功能呢，你们看，有定位按摩，还有磨砂去角质，还是 SPA 的专用按摩，是头酷哟。看超可爱的马卡龙设计，它还有防尘布套，强度可以增强哦，舒服的，可以换五种不同的头，要把这边打开，然后就可以换咯，是不是很容易呢？连我这个笨笨的手都会了，相信你们一定很心动吧。那这是不是最新的 TR70 吗？没错，因为春春她爱美，所以呢我就买了这台要送给她，而且我还怕她跟我一样笨笨的会转来转去，也买了一个套套给他保护他。哇，他超轻的呀，我的妈呀，而且比我一根手指头还要薄哎，相信春春一定也会很喜欢的。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母亲节送礼清单啦，赶快去买给你们心爱的妈妈。